哦。说我变了，说我不是接球侠。我摘下面具，你说我不一样，但是你看着我却没有面具，请你告诉我我是谁？接球侠。Come on, 没有 better。要，这里不是舞台，这里是球台。Come on。好尬，好尬，好尬，好尬。Yo, drop the beat. Yeah. Yeah, it's AKV, 来自洛杉矶。你昨天穿的一套像内衣。Yo, 我不知道你现在坐在哪里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你不是接球，你也不是接球侠。Yo, where's my homie at? My homie, show me love, I'll show you some fun light. Hey.哎，你说你的名字叫接球侠，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我叫小茶。Hold on, 等我下一轮进了，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好吧？Got it, mate。我叫接球侠，然后我没有词了。可以。哇，二打二！哎，来点掌声吧，来点掌声吧！哎，啊，我们二，对啊，你想跟谁一伙？都可以。我们俩一伙，你们俩一伙。好。郭艾伦，林书豪，耶，嘿嘿，李思义。郭艾伦，赵雨桐认真防守，想办法灌他。哎呀，李峰，来，这个球，真犯规了。郭艾伦。
OK， 来，我们领队入座，准备录制。2-2平。好，现在还没有上场的举手一下就好。1-1，选我，选我，这里，选我，选我。这种感觉让我想起当年参加训练营，追求梦想那种。选我，选我。我看一个特别的小朋友等好久了。好好，可以。小朋友，上来吧。我叫张雨桐，今年13岁，打球打了将近3年吧。就感觉我是这里边年龄最小的一个嘛，算是一个有优势也有劣势吧。劣势就是可能因为身高或身体素质可能没有其他大哥哥好一些，然后呢优势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目光啊会集中在我这边，因为我年龄比较小，人家会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年龄的人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挺帅的，跟我一个气质属于。对啊，蛮可爱。来选一位，谁要跟他 PK 举手。小孩啊，可能没人想欺负他，觉得他是小朋友，所以的他在宣战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应战。你选男吗？自己挑吧，自己随便挑吧。我选那绿的，选那个绿的，绿衣服的，绿衣服的。好，大家好，我是滴滴，我来自台湾，是一个职业的花式篮球玩家。然后我到这个节目呢，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篮球。是怎么打呢？说实话还是打不了，年纪太小。但是你必须要跟他真打，你也要对他真打，不会就是说因为他年龄小，你不要跟他打。这是一种互相尊重哈。他们肯定会觉得我好欺负一些，那就随他去想吧，那就等到时候真正打时那就不一定了。哎，小孩打了，哎，豪哥，小孩打了。对啊。我觉得他不会赢。哦，真的吗 ？OK， 来吧。你还是觉得他会输吗？我不知道，我谁都能打，我希望在场上别人把我当一个球员来看待。快走！弟弟很